大家好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款 Crown 系统门窗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窗型呢，主要是一个大开启小固定，它的特点就是采光效果会比较好。因为这款窗型的设计呢非常的简约，开启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窗体的中间主要是有一个中庭的设计，然后不会影响我们室内采光的一个效果。包括这样的一个大开启式呢，对五金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。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些五金配件都是德国进口的，它有一个质量的保证，包括我们这个五金的一个单摄承重能力是可以承重200公斤的一个重量的。